過程咯。今天是我們的這個過程咯，愛公聊天分享時間出台，我相信我真的聽大家聽來講看看，會在我們送給咱這生活來吼，會不會有非常好聽？有這麼幾大聲，好不得起老前輩的歌聲吼。那還得講到咱這口味就慢慢明白明白哩，咱這金泡面包，還有咱這中泡面安樣來搞咱大聲吼，來了解明天都可以啦吼，来再多感謝你，謝謝。那是我咱要團台，因為咱這個阿妹和咱所領導，那就是咱志剛和咱弟弟的中泡面團，而且在我們台北都有咧。来，今晚我们吃饭，大家吼，一定要记得来给大家恭喜吼，让你。